相信刘姐推荐的菜都特别好吃，来吧，刘姐加油！没问题，开始。哎呦天哪，第一个过。哎你。啥玩意儿？快过，快点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叮咚，咚咚。电脑，电脑，电脑。开电脑。电脑开机。开电脑。一个动，一个动作，三个字。插 U 盘。一个插就出来了，快。然后那个。咔咔咔咔。嗑瓜子儿。嗑瓜子儿，杀一个，杀一个。嗑瓜子儿。咔咔咔咔咔。瓜子儿。嗑瓜子儿。不是葵花，几个字儿？几个字儿？这个。向日葵。咔咔咔咔。向日葵，向日葵。小松鼠。几个字儿？几个字儿？松鼠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颗粒子。一片一片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啊，吃薯片。那你磕的，那你磕，快点快下一块。看，哦，正果。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孙悟空，跟斗云，筋斗云，筋斗云，立马问，什么呀？刚刚是什么？什么？特效。生理拉面，见，吸粉，吸粉，嗦粉，嗦粉，螺蛳粉，螺蛳粉，螺蛳面条。逼得王菲干什么都？辛辣的面条。陈佩斯，陈佩斯。朱时茂吃盒饭，朱时茂小品，小品小品小品，吃面吃面，这么简单。什么东西？转圈倒倒嗓，高音高音高音 PK， 美声美声，西街，嗯，练字，八卦，书法，一剑封喉，老师，画龙点睛，班主任，啊，画粉笔，黑板，擦擦黑，那个，哎呀，那个声音，刺耳，刺耳，刺耳声，黑板刺耳，黑板粉笔刺耳。字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我看你看，黑板八个，黑粉笔划擦在了黑板上的声音的声音。哇，你们过分吗？这种题目。你就慎你们。我猜题嗓子倒嗓了。我也是，我现在嗓子是这样的。明天就变成汪峰了，哥。